贪执和必须还是有界限的。必须是生命的必须，贪执是超过必须的品。比如说，每天我需要吃饭啊、穿衣啊、睡觉，那所以就是呃，食品啊、衣服和住房，这是老百姓生活的三大基本保障的东西。这三个部分如果 不能够保障，国家大乱，家不像家，国不像国就，就社会大乱了，就啊。比如说我冬天我连个厚衣服都没有，要不然就很冷，我需要一件厚衣服。你去买一件厚衣服，这个不奢侈，这个是很合适、很合理的。他说我看到别人戴金戒指了，我也戴一个金戒指，这个叫奢侈品。 因为带不带都是一样活人，你不会挨饿。我穿布鞋，你们穿皮鞋，啊，那我要争取穿皮鞋，你可以争取，但是这些部分也叫奢侈品，不是必需品。那么普通的凡人就是说，我今天穿上正常衣服，吃的正常饭，你结果还要说我要比他穿的好，显得我很有能力。 啊、嗯，还有的男人出去工作赚钱，说我要让我的老婆穿的比别人漂亮，显得我这个男人也很有能力。啊，这个部分就是贪欲，虽然它来自于爱，但是私爱变成贪欲。啊、嗯，我要让我的孩子书包比别人背的贵重一些，这是贪欲。啊、嗯，讲这个部分很重要。 那达到一个大发心的人，就是这些贪欲没有，基本我穿衣服不讲究，啊，只要能够，离衣能遮体，冬天能御寒就可以了，啊，就是没有过分要求。这个无我这个概念还是很朦胧的，这里指的是。 在个人的各种利益上不贪执，这是第一大项。第二大项就是当涉及到自我的利益的时候，不但不贪执，而且不在乎。啊，今天呃看到有有一群穷人很穷，饿的吃不上饭，啊，不是骗子，是真穷啊，受到天灾了。 啊，uh, 我有些存款，好吧，分给你们一些救济你，买饭吃去。看到有人家得了病，啊，真的很痛苦，啊，需要医疗费用，但是你没有，我帮你一下。那么太在乎自我的人呢，会想，我好不容易赚来的钱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 就会不知道舍，不懂得布施。当然，这个都是来自于说你心中有没有那份大爱，有没有那种慈悲。啊、嗯，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慈悲是指大慈大悲哈，有没有慈悲？有慈悲心的人自然就会，好吧，那我帮他一下，都不用多考虑。